喂，莫总，行啊，杜小苏，麻烦你看看手表，现在几点了？莫总，麻烦你再动动脑筋想一想，今天是不是有什么未尽的事宜啊？采访严静静，哟，你还知道啊？邹思琪把你吹的是天花乱坠，一直在我们公司当了一年的备胎，连一个新闻都没找到。 告诉你，严静静的飞机还有20分钟就到了。如果9:45之前你到不了飞机场，你就别回来了。此事先我帮你写好了，好不好？好的，莫总，我现在马上出发。您等我的好消息。快换衣服，送我去机场。啊？你就直接该老婆说你到了不就好了吗？你非得要说实话，我也真是倒了霉了。我跟你当室友啊，这大周末都不能睡懒觉，还给你当司机。哎呀，你别抱怨了。 如果说我不背他使唤呢，我就得被你养着，你自己选，是养我还是送我？你就看见你这样，一点熟女样都没有，我还养你？我才不要养你！我一辈子都不嫁，我一心一意的伺候你。谢谢，我真用不着，我要嫁人，我要找男朋友。哼，别照啦！哎呀，还喝上酸奶呀、啊？你快点的吧！那是我的早餐。我知道了，你快点开车，真的。到了，来点音乐呀、啊，出发。 9:43，应该还能赶得上。哥，一会儿你飞哪儿啊？北京。好，一路平安啊。走了，带温少爷好。到了。啊，刚刚到。好，车我已经安排好了。 你们先回酒店休息，等发布会一开，咱们就管事大吉了。OK， 明白。哦，对了，我听说雷雨这边也在机场，真的？莫总有何指示？那个最新的内部消息，这个严静静呢，从那个员工通道出来了，接下来的事就不用我再教你了吧。 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 火急火燎的，快！严静静在前面那辆车上，快点啊！老毕，啊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算了，你这不对呀，你是毒蛇，你是刚才是不是得给我留点吸的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哎，不行，毕老师，你快给我下车，咱俩是敌对阵营，我不能带上你。对不对？对不上了，那都走了。
严小姐，后面好像有车跟着我们呢。哼，开快点把他们给甩掉。这帮记者啊，鼻子可真灵。哎呀，这他们干嘛呢？这是开这么快不要命了？哎呀，这也太不安全了。70/30，心率130，处于失血性休克状态。马上手术。再给我来一个。病人生命体征多少？现在生命体征非常平稳。缝合伤口吧。好的。哎，另一个病人在哪儿？在急诊室。是一个千年一遇的大奇葩呀！我问你，为什么到手的采访都给弄没了？到底为什么？怎么回事？你怎么还出了车祸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出了车祸。喂，我的小苏，哎，你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么反复叮嘱，这么好的机会，采访的机会，你自己倒成了别人新闻的背景啊！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出事了。我真是没办法跟你说了。对了，我告诉你，杜小苏，你现在就在医院好好待着，给我好好养伤。不过你要是再错过严晶晶的采访，就不用回来上班了。人呢？刚才还在呢，真是哪儿去了？